你好，今日是城市大学的资讯日，我们人民社会科学院呢今早一早就已经在这里 set up 了很多的档摊，来介绍给我们今届的学生认识入读的学科和内容。其实我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呢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学系，现在的学生呢就已经来齐了，跟我们的老师和跟我们的学生呢来到去交流，包括有公共政策学系啦，有传播及媒体学系啦，亦都有社会及行为科学系，有英文系、亚洲国际、中文及历史同埋翻译及语言学系嘅。其实咧，我哋今日已经准备就绪，好多同学咧亦都入到我哋嘅演讲室嗰度听资讯，亦都有家长咧系好乐意咁样问问题。其实咧，我哋今日咧将我哋嘅资讯带出去之后咧，我哋会有好多嘅同学明年就会加入嚟啦，成为我哋嘅新力军。我哋希望我哋嘅资讯能够俾佢有更多嘅选择，去揾到适合佢想读嘅学科。